京郊某训练基地，武警北京总队新兵团的新兵们相互佩戴帽徽、臂章、肩章，光荣入列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戴上这副红肩章，更多的是一份荣誉、使命与责任。作为大学生，我以有穿军装的模样而骄傲，并将以授衔为新起点，刻苦训练，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陆军各部队围绕授枪授装、刺杀操训练、观摩战术等开展多种形式的新兵下连活动，让新兵们适应新环境，立志新岗位。当我从老兵手中接过钢枪时，我感觉就像握紧了一根承载着责任和荣誉的接力棒。我深知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接下来我一定积极刻苦训练，努力练好各项军事技能，争取早日成为一名优秀的战斗员。现在我有了一支独一无二的钢枪，也有了一份属于自己的感悟和启迪。驻守在黄海前哨的北部战区陆军某海防旅带领新兵来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烈士陵园，感悟英烈事迹，传承海岛精神，激发他们从军报国的信心和勇气。老海岛精神是我们海防军人最珍贵的传家宝，通过讲述守岛建岛的光辉历程，帮助新兵同志们了解我们所担负的使命任务，让红色血脉融入每一名新兵，让新兵快速融入我们这个集体，更快地担负起一名海防战士的责任与担当。在新疆阿克苏军分区新兵营授衔仪式结束后，部队组织新兵第一时间与家人视频连线，分享喜悦与荣耀，同时还让新兵们写下给自己的一封信，用特殊的方式勉励大家不忘初心，追求进步。肩上扛的不仅是两枚小小的肩章，更是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和职责。我们要不负青春，不负韶华，在接下来的训练中苦练军事技能，练就过硬本领，扎根边疆，守好防。